好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首款原屏代插卡智能手表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款手表外观。本款手表采用是不锈钢表壳、纳米钢化玻璃屏，采用真皮表带，屏幕耐磨防刮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手表的充电器。拿出充电器，将充电器的接口与手表的充电接口对准，扣入。充电器采用是安卓通用接口。插入充电线，即可充电。拆开充电器需顺时插卡功能，扣开里部电池，支持 SM 卡扩展。然后我们插入 SM 卡， SM 卡采用是中卡设计，把 SM 卡放入，对准位置之后扣上。TF 卡，然后装上电池，拧住卡扣。好，接下来体验一下本款手表的开机性能。单击手表屏幕，手表可以切换壁纸，滑动进入手表菜单，手表支持拨号功能，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本款手表与手机的连接方法。首先进入手表，打开二维码，手机打开二维码扫描软件，扫描一下手表的二维码，点击安装分动伴侣安装体验版，本地下载，下载完毕之后安装软件，安装完成，桌面出现分动伴侣，然后手表打开蓝牙，激活蓝牙，同时手机需要打开蓝牙，开启蓝牙，点击 Smartwatch， 配对，显示，显示已连接。连接完毕后，打开分动伴侣，开启服务，手表支持远程拍照，
在图库中即可显示照片。手表与手机连接后，当晚手机发送短信时，手表会自动提醒。进入手表收件箱，看到可以接收到信息。同时打开手表的音乐播放器，手表可以蓝牙连接手机的音乐，点击播放。点击暂停。控制音量。手表支持防丢功能，支持计步器、久坐提醒、睡眠监测、紫外线等等。